我是中信特工的超级球迷，我真的是特工的超级球迷。对啊，那个阿巴西亚、伟汉、谢亚轩，伟汉是我大一届的福大的学长，他又回来，然后又加入算同事，还有顶哥的加入，黄金世代一员加入。对，我从小就很爱看篮球，以前本来很想要打篮球，但是那时候爸爸说不要，还是打棒球。绕了一下，有看到圣诞树，很漂亮啊，因为室内好好。帅啊！这样啊，多帅！未来帮特工加油，一定会拿下胜利。他赛前他都会这样，他一定要这样。他赛前都会这样，就跟老布朗他会在那边撒那个粉一样，就跟我们亲手到一样。对对对，我是没有。啊，他应该是昨天他哦，阿巴西抓的，又没有犯规哦。推不动哎，推不动。有在 NBA 待过，然后不同的层级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其实台湾的选手可以跟他一起去对抗，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那也希望说会有更好的洋将可以到中华职棒，让我们一起去对战一下。他们在今天喷垃圾话给我说。开心啊！其实我看的时候我都很认真，因为我比较没有那么了解篮球，我都是听威臣在旁边，对，他在旁边跟我讲解。那跳球在拖距，那这样算吗？好问题啊！跳球如果直接拖距算吗？应该算吧，谁拖谁，这边的框就我们得分啊。谁是撞的？谢亚轩啊。阿坤刚才应该也去热身了。他到底叫他去哪里？是我同学，刘元凯。是啊，哪里？读大。哎，是啊。比较少机会来到篮球场，因为我很喜欢篮球，所以看的时候会可能会比较热情一点，情绪会比较。高亢，阿坤，你站起来要跟后面摇这样，后面没有人，完全没有人在摇。那政委员看怎么很像郭永威？郭永威，我可以，动作也很像。我看得出他们的战术了，他们现在打我同学那个点，因为我同学的防守不是比较钝一点。你看又要打，你看有了，干，再打，又来了，他们应该会换人换掉了，我冲了下去，准吧，准一颗吧。如果是我在旁边，我就这样。嗯。嗯。
震撼的，对，感觉比较更大声吗？还是错觉？对，他一到我们一进去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为什么比较大声一点？”对。大声一点！没有。32岁的年纪，然后大你岁，好不好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们不要这样子哦，第三节就开始了。掉，对啊，今天如果这样被罚进，我全力喝星巴克。掉。三个杯。双人爱心，你们两个双人爱心，你们两个双人爱心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哎呀，好，来，OK，好来，好开始。没有，就随便的，我都可以啊，我是都可以。你这边拍了，后头人拍吧。近距离这样看就蛮震撼的，就是感受蛮深，因为他们都感觉很努力的，对，看他们都蛮激情，不管怎样就是看起来就是蛮感动的，因为他们都感觉很拼。拜托，一定要进，这样那种感觉。他把西那个后面的一个三分线。就那个投进去就差不多要结束了，他们都有点太冷静了，我好像比较激动一点，我比他们都激动一点。对啊，今天表现很好嘛，对啊，然后再持续加油，继续努力。我们来加持，比较少看篮球，然后多跟阿根一起多来看篮球。对，希望各球迷。看棒球以外，然后现在没有棒球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篮球吧。那你觉得你学弟将表现怎么样？还是打棒球就好了。不错了。